腿的我没玩过。对，嗯，玩过吗？没玩过，就一个人坐中间，嗯，然后旁边两个人坐稍微坐高一点，然后把腿这样，就是有一个腿放在这边，然后中间人就这样打，就打过去，然后两边的人就是要打到手就换人，就像两边打手板那个游戏似的吧？对对对对，试一下吧。然后打到了就换。行，咱正好一个沙发，把这个搬一搬。这人又不在挡的了，来吧。嗯嗯，就我先坐中间吧，要不你坐中间吧。行，然后我俩坐沙发呗。你们两个一人拿一个拖鞋，我拿俩。咱玩这拿拖鞋这么狠呢？就是要拿拖鞋打啊。哦，来吧。对，给我两只。那我们打哪儿啊？你们打我手呀。这么就你拿这，你用这只手拿拿嘛。嗯，对对对，那稍微要不坐我远一点，你不就好打吗？来，我开始了啊。啊，开始吧。呀，啊，然后再打到你的手啊！对对对，啊，就这么玩，就这么玩啊！其实打到了，没有啊啊！我不能去打，啊，对。你怎么这么玩？你不能人家收回去了还打，啊，你这，啊，你这纯想打我。准备好了啊，我可。哎，可以，啊，这种打到了。哦，那换你了，换你搁这儿了，你来中间。那我为啥打到了，我还要玩这个？谁到了呢？来，嗯，就是在中间的好玩，我觉得。你先试试不？你先试试吧。我看啊。哎呦！你都快射我脸上来了，你也起来！哎呀，打着了！那换你了！啊，又换我了！对啊，你不打着他了吗？又换我了！你要不要玩一会儿？这怎么才能打着呢？你要不要来中间试试？我不在中间好玩。行，你来中间打打看。中间更有参与感，你就对，是吗？在两边一直打不到，我也很生气的。啊！怪我找到乐趣了，这游戏。你怎么想偷想摸的呢你？哎呀！他反应好快！哎呀！打着！哦，可以！就是这游戏。再玩一下一个啥？那下一个就是，那个，音乐卧底。那得戴耳机是不？对。啊。我觉得还是我啥歌这是好了啊。开始了。不会又是我吧？单纯是我吗？我觉得毛了，毛毛，我觉得是你。单纯，你是我吗？你是啥？指定史大先定好，是不是毛老师？我定他。你接交你，我觉得他状态跟我不太一样。我也觉得你跟我也不太一样。你是水星记吗？水牛记啥呀？你看我说是单纯。我看你表现的挺。你是哪个？我水牛记，你是啥？你好日子，好运来，好运来啊！对，好运来。叠个千纸鹤，再系个红飘带。他
不用包包馅儿、啊。鸡架你没尝尝啊？尝尝呗。哎，挺好吃呢。你吃过鸡架吗？吃过，但不常吃。哎，不错，挺满足。但是确实都挺咸，确实都挺咸。你看他今年才21岁，啊，但是已经出道好几年了。嗯，我妈21岁的时候干啥？大四呗，准备毕业论文。跟她过的其实，除了作为艺人那一刻之外的生活是一样的。嗯，好幸福啊！你才大四。幸福吗？我想赶紧毕业。真的？我当时也是想赶紧毕业。学校里可多事儿了。嗯。真的？很难毕业，我跟你说，浙江的大学很严格。除了专业课什么考试之外，还有很多综合素质。嗯嗯。我们学校有一个校本项目，叫什么？2400。啊，对，我们也有。但我们那是12分钟跑。我们是啊，我们有。对，就是、游泳或长跑。跑不了一点。对她有什么印象？我对她印象是个妹妹，小妹妹。是她 是。对，因为我上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那个刚出道。嗯。然后就你俩合唱的。对、嗯、对，然后我也其实是刚开始做这个行业。嗯。然后我就感觉她是个。你俩说话了吗？说话了。说话了。我就觉得是个小妹妹，因为她还挺腼腆的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。哦，那现在可能。她现在很 open 了，外放。也不是，就她可。更能表达他自己吧，我想、我们最开始是不都那样吗？对，一开始见的时候，他那真的是很羞涩的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小妹妹。你看我刚出道时更是，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不熟悉，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多熟的人，就会比较紧张拘谨，就感觉他是那种。很赶的哦，但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之前录的节目，有的时候后边等的时间太长了，懈怠了，就瞎聊、因为他那个环境确实也不是，他不可能全部剪进去，而且那人在台上正唱着歌呢，你说这个人肯定剪不进去我们几句话呀？对，完全给你剪进去，没有想到是，对，而且很多我真的觉得不能剪的，而不是说。我就觉得不好了、真的觉得不能剪的，就剪给你剪进去了。对，这什么？这是这个是就是我的那个化妆师推荐给我的，他说这个很好用。我没见过这种搓澡，你们可以拆，因为我真没见过这种。它这个材质跟一般的那种搓澡巾不太一样，就是搓起来不疼，然后又容易下底儿。好，请先清洗搓澡巾，然后充分浸泡。打湿搓澡巾，然后放香皂，好拿香皂搓。嗯，一般搓澡不都是先拿那个香皂先洗一遍，会比较容易搓下来吗？不是啊，不是是打香皂把身上的油脂去掉。对呀、但你不能打沐浴露，沐浴露就会滑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比你还东北人呢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冲完了直接搓。是，但是如果你打一遍香皂会更好搓。对，不是有那个搓泥宝吗？现在。搓泥宝，我感觉搓泥宝，没有香皂好吃，感觉像死皮啥的哈。而且它这个，你看，轻松一搓即可下泥，使用过程下泥出现密集红点，表示用力过度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个新型的我没见过，反正试试呗。而且这个不拉吧哈，就是没那么疼，对，然后又容易搓下来。你怎么会搓澡呢？怎么会搓澡？搓澡，我觉得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。我觉得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都应该去尝试一下。你挺能端这个水。那你是从啥时候开始？你接触的？对呀、你小时候也搓吗？其实小时候不搓，小时候就是用手搓。但是后来就是有一次来北京，然后我就跟我老板一家人去搓。去澡堂去搓澡去了，然后感受到了，对，沉迷了。而且我觉得就是，这边的澡堂跟我想象不太一样，
怎么说？就是我以为就是搓澡，就是大家赤裸的进去然后就搓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澡堂，它就是里面有什么吃的呀，然后有什么。那这也不耽误他是赤裸的进去搓。对啊，我的意思是没有想到有其他的那么多的其他的。那你去沈阳更多。哎妈呀！是吗？北京其实北京相对小一点，是吗？到沈阳老大了。你还没有毕业对不对？对，还没毕业。上大学。对，大开学就大四了。那你大四完了就毕业了？是。那你会到北京来吗？我其实在考虑。你觉得北京？否则又或者是有其他选择吗？对，留在杭州还是去上海？有可能留在杭州或者去上海，完全没想好。但是北京，因为你公司是不是在北京？公司在北京。公司在北京的话可能做音乐啥的比较方便一点。对，北京做音乐确实方便。但是因为我是从小在南方长大嘛，所以我对北方不是特别适应。干然后就有鼻炎啥的，感觉不是。是因为天空气气候的原因。气候比较干。但是我记得我来我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是冬天，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应，因为我一洗完澡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脚后跟都要裂开了，干的。我刚来北京，我们学校的宿舍，我们学校宿舍是没有那个洗澡的地方的啊，我得上大澡堂去洗去。那你们洗澡花钱吗？花钱。我们也要花钱的，我们有那个电卡。我们没有，对啊，插卡。我们是就是水电费。嗯，我们也是啊。那我们有那个澡卡放里，走字儿的，一分钟一毛钱、两毛钱的。嗯。但是屋里有一个洗手间，就是味儿贼大，是吧？啊。但我那阵老羡慕，就是说屋里有厕所的了。啊。因为我们半夜想上个厕所，得从走廊这头走到走廊那头，老吓人了。我高中的时候是那样的啊。对啊，我高中的时候是的，但是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。我不是说不洗澡啊，就是会，比如说我们也没有，比如说一天就是不吃晚饭，对，洗澡，对，因为总共就30分钟，对，加上那个排队啊、吃饭啊，你再洗澡来不及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午赶紧洗一个澡。对啊，中午我们洗不了澡，因为中午不让回宿舍，管得可严了。我们都没有地方搁东西都。其实我的也放不下了，就是衣服，我们就一个这么宽的柜儿。总共这么宽，一个人一共这么宽哦，一个人是这样的。对，嗯，完了我们的衣服就全堆在床上，就挂在床边上。对，嗯，然后还有叠起来放在床尾的，或者床一边一溜。哦，那一进寝室不老黑了那屋啊，就是拥挤的感觉。对呀，啊，你宿舍都很拥挤啊，宿舍都这样。你们觉得买床帘有必要吗？有啊。我原来以为床帘是保护隐私，后来我发现不是，床帘是别人起来开灯之后不影响你睡觉。哦，也是。我觉得床帘最重要的用处是这个。而且南方还要买蚊帐。哦，蚊帐。你们有蚊帐吗？我还好，我没买。我们都用蚊帐。没有蚊帐。嗯。完了，整的那个就是，反正就极尽可能的在床上挂一些东西，能装点啥。因为真的放不下，而且是越到后面越放不下。四年更放不下了。对，到后面第三、第四年的时候已经根本放不下了。刚搬寝室的时候会就是想要说装修这个寝室吗？有啊，给那个地都铺上那种泡沫的，然后不一段时间就有味儿了。会有，然后还会在那个就是爬床的那个楼梯上粘那个，对，我也扎的。你是住上铺啊？对，上床下桌。嗯，这放那个太凉了，那个。嗯，硌脚、嗯，软一点，改垫子。对，那个我们也有。哎，其实咱俩到现在都没加微信，真的吗？挨得很。啊，为啥呢？没有机会，你知道？首先，我俩第一次见面。有机会，但是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俩第一次见面是那个，咱俩后台也去是，对，后台咋没机会呢？那个时候这点不好意思，在台上更没机会加，现在有机会来，加一个，加起来，哎，你手机呢？在我兜里。乐乐非常不好意思，就是我太不好意思了，还是，我现在也有比以前好一点。我扫你，你扫我。嗯，你扫我吧，那就。就是
是他也很矮，非常矮，非常腼腆。我那时候也不是现在这样，就是说你现在有点变一了吗？是我没有变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在矮里面我成长了一些，就我现在是能主动加人微信或者是跟人聊天的了。我那时候也玩也不行。其实我感觉也不是说性格发生变化，其实我们本来就这样，但是在那个环境里边我没有做到我本来的那样，就是我因为我的对环境的不熟悉，我有一些动作的变形。对，还是你确实是就是从那样变成了这样。我觉得是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就是能打开的那一部分，但我是因为……但你以前私下也那样，因为以前私下也不好意思加人微信，也是一样的。但我现在就是，我做了这工作之后，他让我打开的机会越来越多了，我可能就能主动的做一些事情。嗯、我觉得还是会变的，会变一 点。那不然那 MBTI 为什么让你半年测一次呢？它会变的。但我测了，我以为我变异了，我也还是变。那个很难吗？变异了还是不是异？他那个是很多发自内心的东西。对，就是有一些发自内心的不理解。什么什么周末你会朋友找你出去玩你会很高兴，为什么？我反正做那个很多选项我都是卡在中间。对，他不让你往中间选。对，我会很谨慎，我觉得这好像没有这么这边，也没有那么那边。对，因为如果大家都选中间，这个量表就失去它的应有的信效度了，就大家都选中间嘛。也没有，有的人不会选中间的，很多人他就是非常、就是、高兴，就是极端。哎呀，这个不够我选。对。金巴跟他长得是不是很像啊？跟他吗？啊，不太像。金巴是啥样啊？他不长毛的吗？北京犬吧。是个串儿，我家那，但我家那只好像比这个比他体型大一点，但是没他沉。哦，还有这种，你是不是说脸鼻子这块跟他有点像？对，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棕色的跟他特别像，就是长毛。我家的长这样。哦。啊哈。他已经有点像。哪啊？又他有点像那种。那比熊。比熊是。他是跟比熊的串儿。哦，可爱。就是他是卷毛有点掉，但是好像没有他这么掉。他挺能掉毛，是不是越短毛越爱掉？啊。但是大狗也掉，跟品种有关系吧。卷毛的就不太掉。哦，卷毛不太掉，直毛好像掉。我不太喜欢有一点点凶的，就喜欢温，就哪怕它是看着有点凶，实则非常温顺，也不行。我也对狗的话，我也不太喜欢。我好像也是，喜欢温柔的人。有喜欢那种猎大猎犬的呀，我也不太行。但是反正所有的小狗我都觉得掉毛。大狗也掉，大狗那满屋都是。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容易养大狗，因为我感觉我征服不了这么大只的那种。我还是得养稍微小一点的那种。白姐给我发个微信，长期穿洞洞鞋可能让腿变弯。你常穿洞洞鞋吗？我常穿。我常穿，我天天穿洞洞鞋。你不穿吗？我没有洞洞鞋啊，你一旦有，你就会常常说洞洞鞋容易崴脚，加重扁平足。你是扁平足啊？我不是，你看我脚，我的足弓还是蛮好的。嗯。啊，长期穿拖鞋可能会导致小腿什么的那呀？我看评论第一条，天哪，太吓人了，再也不看微博了。太搞笑了。可以。